喊我们的名字，不行，我们要宣传不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一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宣传。谢谢大家，晚安啦、啊，大家嗨。对，水母面，我跟你们说，我的握手会还没有开始丢在现实动态宣传，就已经又被填完了。非常感谢大家，速度快到令人惊吓的支持。我跟你们说，那天因为宣布加布的当天，我们也有工作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哎、欸，加布了，我们家是不是也有买那个单曲也可以填？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啊，那等你回来填。然后我就想说，哦，没事啊，加布大家应该会慢慢填吧。结果当天晚上，我妈就说，哎、欸，不行，你的快要被填完了，你爸的还没填完，你怎么办？你还没有要回家？那我不然我现在填你帮我刮我现在帮你填。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还在工作之后，然后我就赶快把我的手机拿出来，然后一个一个 key 序号，然后赶快填蔡雅恩。我想说，我总不能抢不赢这些酱油吧？我谁？对，没想到吧？我简直被大家吓死了，可恶啊！哦，我踢到了戴森桌上，结果我的戴森，呈现了奇怪的形象。来了，最后有没有甜豆我就不知道啦，看大家手速够不够快，有没有抢赢我咯。谢谢摄影的啾啾啾啾啾啾不啾。哎，你今天第一次亲到很正确的水母头。哎，我最近绑水母头已经绑到开始有一点点心得咯。啊，他早上比较蓬，很抱歉，他今天撑了一整天了，这个水母已经不蓬了。但我没有重绑过，所以他现在的造型还是完整的吧。因为已经早上喷了定型液了，如果我现在把它梳开，我觉得我会非常的觉得很麻烦。谢谢扑死的草泥马应援团。对，还没洗头，抱歉了大家。我们所有的发型都要自己绑啊，自己，我们除了 MV 以外，其他时间都是自己绑头发的。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我的水母越来越塌，没错，就是蔡雅恩学不会。这发型好特别，你是不是没有看我们吴丹的 MV 暖风？你是不是还没有看我们一秒一秒约好的 MV？ 你去看。你应该有看过吧？这 MV 现在已经大街小巷没有人没看过咯，已经百万观看率咯，少说应该有100万个人看过吧？这观看率应该不是这样算的。哈，现在已经乱到看不出来了吗？这是我努力过的证据啊！上完通告之后，这个凌乱程度应该是还好而已吧？发尾是卷的比较好看诶，它其实现在是卷的，看得出来吗？是不是有点微妙？公演是看不到的哦，平常公演是看不到的。No， 我们才不会轻易的把舞单披露在公演上呢。现在看起来比 MV 好看是怎么了？看来你中了很严重的面型病毒啊！只要我自己手绑什么造型，你都觉得好看是吧？谢谢中，是念中吗？中。仲是莉莉推是吗？是，好像是第一次念到你的名字。谢谢仲的红玫瑰。哈哈哈，最近好想去中山站玩哦。中山站有什么景点吗？又来了，每个月都要来这个。变成海蜇皮了，现在卷的微妙是吧？轮廓毛毛的，灵魂还不错。我居然被乌诺老师称赞了。哎，我今天的造型，我不知道，我昨天还没有一直被称赞头发有绑的还原，就是昨天只被称赞了卷度很不错，昨天一直称到应该要念 9M， 我说哦 9M， 哦好啊，那我叫 9M， 这样就对了吧。这样戳爆你很晕的部分。哎，
是不是很难得要抱到水母啊？上次抱的未完成的水母，就是我昨天被称赞头发很卷，然后今天被称赞抓的造型不错。看来我的水母头每天都在进化，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成功。哎，而且早上你知道啊，没有，刚刚那个是什么？刚刚那啥？刚刚那是啊，有希希罗真情告白？不对，刚刚那应该不是有希希罗真情告白吧？刚刚那是什么？也不是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什么亡灵节？亡灵节骷髅？哦，夜空 sky 最近还在忙，对不对？谢谢九安的能量饮料哦！我跟你们说，能量饮料我最喜欢喝粉红色的，但好像喝蓝色才有补充体力的效果，听说是这么一回事。我很多你脸上都是头发撒在哈脸上，头发撒在脸上的照片。可是我昨天已经喷很多定型液了，我昨天连着喷，我先喷了李佳丽的，喷完之后我又看到显迪奇在喷，然后我又走过去说小迪你可以再借我一下吗，然后我又接着喷了显迪奇的，所以我一次喷了很多很多的定型液，照理来说我应该要很定型才对啊，不是吗？而且我自己今天也有带了定型液，但是它已经听得到吗？几乎听不到，对不对？因为它快没了。好吧，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很努力在喷定型液了，殊不知啊，殊不知。嗨嗨，绵绵，嗨阿福 ，Hello， 谢谢玉安的亡灵节骷髅哦。原来刚刚第一个是玉安的，第二个是夜空 sky 的。昨天很好看，昨天很近哎，昨天跟大家超近的。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可以跟着看球赛。啊，所以我没有先去复习规则，对不起大家。我还是看得出来全垒打有打到球三振，然后有接到球之类的啦，也知道他跑一垒二垒了。我觉得跑垒最激动哎，我看到跑垒的时候最激动。如果能更砰一点的话，好像会更可爱。早上比较砰一点，而且我早上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时候设计师有吹一个很复古的头发，它是分边的，他把这一块上面往左边吹蓬，可是我早上拉起来是蓬的，因为我早上还有用电棒把这里夹蓬，就是夹的让头发蓬一点。可是晚上我刚已经睡一轮了，就是我坐车回来的时候已经睡一轮了，所以现在它长得可能有一点点像没吃饱的香菇吧。Sorry 咯。不要考我规则，我只看出来他在跑而已。然后还有大家很兴奋，这时候就应该跟着兴奋，好不好？但是那个三振他很酷哎，就是我没有想到在主场可以这么直接，就是上面跑的是那个三振他，三振他，三振他。而且我跟你讲，因为是第一次在现场看球赛，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惊为天人的一件事。就是原来每一个球员啊，在上场击球的时候，上面都会有跑他的 LED 名字。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出生年月日跟体重。怎么会这么轻易的把体重放在 LED 身上面，还这样跑？大大的写着体重78公斤之类的，然后想说，不知道啦啦队有没有需要这样子 LED 灯啊？对，对，球员的体重不是秘密，所以我们的公演在大家往前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跑一个 LED 灯？谢谢小说。而且其实球员的体重好像也跟他们的，不知道，就像之前看奥运的时候，也是每个有每个量级嘛，所以棒球也有关吗？不然为什么要上体重？就是棒球跟体重的关联是什么？当然啦，球员那样子每天操成那样，他们的体重肯定是，就是他们就算重，那肯定是肌肉重，因为你看他们的体态，他们每天练成那样，真的是很超哎、欸。
对，运动员当然不能太轻，尤其是你那个击球，看全身要多有力啊！不准不准，吕毛今天哎，你不是只有那一天改名奶奶吗？一日限定奶奶。棒球没有吨位，对啊，那为什么不是啊？自我身体检视，那跟大家分享干嘛？非常的，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想说哇，那真的、哦、真的把体重放出来，而且我们那时候还在看大家的年龄，就其实差不多大概都是，乐天看到的球员大概在1997上下，然后我们最小的有看到2000年的。真的好小啊，年纪，果然就是其实棒球也是很青春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年轻人们啊。果然我这年纪已经没有办法打棒球了，可能见个面才不要，不然这个一点都不礼貌，好不好？对啊，2000跟我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太 shock 了，2000年呢。而且都已经是这样职业的棒球队了，棒球选手了，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职业偶像。哎，我已经是了。对啊，41真的不行了，跑不动了，好不好？连挤出去可能都有点问题。已经是了，嗯，哎，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是了。乐天一军主力有一个去年才高中毕业，那今年也顶多才19岁，对不对？不知不觉，我也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也有大学就进职棒，对啊，你看他现在刚有高中才刚毕业的，高中才刚毕业，天啊，真的是，现在到底怎么？而且我发现我这一刻直播已经距离太多事情了。我这段时间，我从上一次直播是上个礼拜三，中间经过了一场生日会，然后昨天经过了一场球赛跟应援开场舞，今天早上有一个通告。哦，对了，大家不要误会，好像有人今天就想找那个娱乐百分百来看，没有，我们是今天录制哦。所以期待一下之后，如果要上，就是之后如果要首播的话，我们会告诉大家时间，到时候大家再帮我们关注娱乐百分百 AKB48 Team TP 的渔民游戏，哼哼，究竟玉兔捣面团到底今天 care 不 carry 呢？到时候再告诉你们啦，不是今天上，我是玉兔捣面团比较重要吧？为什么记得玉兔不记得面团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要隔好一阵子才有，因为现其实只是今天刚录完而已。宣传魔人，这个礼拜真的是太多我了耶！谁是玉兔，到时候就会跟大家分享了，所以现在不能破梗。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在忙些什么而已，不能告诉大家今天的内容，好吗？手可哎，我原本想要取手可揉面团，手可揉面团其实听起来蛮可爱的吧？期中考大概就是，其实我已经开始考期中考了。然后我刚刚在上班的时候，有同学传来明天考试的范围，然后我的手机甚至因为网络太烂，所以转不出来。然后我们刚刚回家之后，我就说谢谢我的好同学，我半夜再来背啊，死定了！我跟你讲，我期中考真的不用拜了，就是我说拜拜也不用拜了，我觉得大概是没有任何神明可以照我了啦。我的期中考已经考完了，啊，真的是已经考完了耶。凉起来 ，everybody 凉起来！但是最近其实是一个蛮开心的期，就是这段时期应该很开心才对，因为最近刚好其实已经进了五单的宣传期了，然后最近其实蛮忙碌的，很充实，然后再加上生日会，我们的生日会其实真的准备很久哎，光是看到和服应该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准备很久吧？我们和服这个发想其实半年前就有了，只是没想到最后会在生日会达成这个我们的愿望。然后这段时间还有什么大大小小的你们还不知道的通告哦，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了。然后再加上最近我也很努力的在看雪花纷飞，雪花纷飞头皮屑，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再加上期中考啊，还有期中考之类的，唉，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对，问答死，和服真的太赞了。嘿嘿嘿嘿嘿嘿嘿，难怪只能在车上睡。我有人跟我讲，有人写说就是一定是为了照顾发型，不要让发型塌才那样睡吧？没有啊，那是我觉得最好睡觉的姿势。不是啊，这样睡觉不是超棒的啊？我超喜欢靠车窗睡的，就是坐什么车都是靠车窗睡最舒服啊。捷运很微妙，捷运的车窗太低了，不是很好睡。而且你要调姿势的话就会撞到隔壁的，所以捷运我只喜欢睡玻璃，就是捷运的玻璃最好睡。哎呦，小啾啾啾啾，就是你们知道捷运的连床都不是床，捷运没有床啊，我多想要有一张床。不是，捷运的那个窗不算很好睡，然后捷运的白墙也不好睡，就是会贴偶尔会贴广告的那片白墙跟地图的那片白墙不是很好睡。我觉得最好睡的就只有玻璃那一段，会一直扣扣扣的啊。我很善于在车上睡觉，就是车上多颠簸我都还能睡得着，但是车子对我的补眠功效很没什么用，就是我可能在车上睡两个小时，但实际上只有补到半个小时的体力之类的。但是我上车基本上只要超过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我就没办法不睡觉，就是很不知道，我太习惯在车上睡觉。因为小时候就是住比较不是市区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就蛮习惯坐车的。我说基隆，我其实现在也是小时候啦，小时候住基隆，真的很难在外面睡。我跟你说，我很累的时候，我是属于在哪里都可以睡觉的型。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成员说我真的很会睡，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也在准备学校考试，然后基本上就是早上出去工作，然后晚上回来考试，晚上回来背东西，然后第二天早上考试，然后下午去工作，然后晚上再回来背考试，然后基本上睡觉的时间就是在车上的时间在睡觉，跟通告到一半站着的时间。我会在后台也睡着的那种，所以其实我只要头能够卡住，我就能睡觉。对对对对，我也是头卡到好位置就可以睡觉。我很累的时候可以做到站着睡觉。我跟你讲，在马桶上睡觉这件事我也有过，好像我就是半夜起来，然后走去坐在马桶上，我就睡着。但是只有一下下，就是点头，对，然后我就再就回来了，对，但是我不喜欢颈圈，我没有办法靠那个护颈睡觉，超不舒服的。就是我试过了，我好像没有办法。我最棒的就是我要一个小枕头或者是外套，只要有外套就可以压在那个车窗嘛，然后靠在车窗我就有高度就可以睡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戴那个脖围睡觉，因为那个脖围很不舒服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试过各式各样的，很软的或者是那种就是很沙包型的，我都没有办法睡觉。就是只要有一个就一个外套，对，真的是一个外套补满我这边一个三角形，我就可以睡觉了。有，我颈圈我都试过了，就是颈圈我都不能睡，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很不舒服。目前没有睡过头，有啦，有睡过头，但是我还是不要乱说好了，我怕我乌鸦嘴。但基本上因为车程的时间好像不足以让我睡过头，
羞耻圈是什么？你是说那个吗？狗狗、猫咪打就是做完手术要戴那个透明圈吗？对啊，栗子戴得很开心，栗子说那样很好睡，可是我没办法，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可能要有那种全躺下来的感觉才会舒服。而且我要跟你们说，我跟你讲，真的不能睡眠不足又咬到自己的嘴。我有跟你们说过我很容易嘴破吗？我上大学开始爆肝人生之后，我开始很容易一直嘴破。可是我其实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在高中以前真的不太会这样子嘴巴破。然后我大一那一年也有一阵子真的是，我不知道，明明那阵子也有尽量睡觉了，但是可能身体没有火没有下来，然后我的整个你们知道舌头下面有一条沟吗？然后我那条舌沟是破开的，就是整个是破的，然后就是可以拉开看到里面的生肉，然后就是有一条鸿沟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要去看一下医生就是严重到皮开肉绽，真的可以用皮开肉绽来形容。我都不知道那个礼拜怎么过的，因为它那个东西不太容易好，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大概一两个，我大概整个全好是三个礼拜，然后一直到很痛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然后后来就好了一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可能随便先去，因为我那阵子有一点还有一点的小感冒，我就先去随便耳鼻喉科看一下。然后我就说，那个可以顺便帮我看一下口腔溃疡吗？他说 OK， 然后他就翻开我的舌头，就想说你这个溃疡很久了吧？我就说有一阵子。他说很严重啊，你都没有擦药吗？我想说我以前想说会自己好，后来我有尽量擦一点口内胶或者是喷点药。然后他就说哇，你这个很厉害，你最近有好好睡觉吗？你火气感觉很大。然后他说我有好好睡觉啊，医生，我尽力我能睡觉的时间我都有在睡觉哦。然后他就说那你还是只能就是你就是吃清淡一点，然后降火气跟擦药，就是他叫我也只能这样做了。然后后来我就是还是等他慢慢好。但是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嘴破超痛，就是痛到一个歪掉，但是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我还是会正常吃东西。然后而且最近是我开始听 podcast 嘛，然后之前就听到好味小姐跟剪辑师说，就是他们也是有一次，他是喝很热的汤，喝到整个口腔内膜都破皮，然后掉皮下来。哇塞，我觉得那样能够撑住也是很厉害。你们知道我也会火气大的时候，口腔上面的内膜也会开始有一种，它会像皱褶一样，就是嘴巴会有皱褶，很酷，超酷的，就像烫到一样。对对，会碰爬，然后上面会有，就像皮被烧伤会有那个皱起来，你们知道吗？然后我那个时候上面就整个皱起来，然后吃饭，哇塞，简直就是炼狱，因为你吃软的还是会碰到上面，你无论吃什么都会碰到上面，但是你不可能只靠侧边啊，就是你不可能像馍一样只靠侧边，而且连馍都有粒状，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口腔内膜上面那种破更痛更可怕，我会想舔，但超痛，对，就是会有一层黏膜。然后反正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这几天呢我没有火气大，谢谢傅伟姐姐，你知道我没有耳洞这件事情吗？好的，但我还要说，反正就是我原本要说，我最近都非常的好，就是居然作息都没有让我的火气很大。然后结果我上个礼拜回家的时候，我就吃拉面吃得很开心，然后一边分心在看别人的直播，然后我就吃。然后我就肃静，然后我就看着我爸我妈，然后就说怎样发生什么事了吗？就是你干嘛？你有抢到红包是不是？我说我咬到嘴巴了。然后说咬到嘴巴哦，会痛吗？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蛮常咬到嘴巴的，但是咬到嘴巴你知道也有分轻重度，有的时候咬到真的还好，咬到舌头也还好，咬到舌头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味道，反正就是我常咬到嘴巴，
但是都没有很严重。哇，这次厉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拿卫生纸来摸一下，然后我就抽了一张卫生纸，然后往我破的地方，就往我咬到的地方往那边擦，然后再拿起来。然后再往里面擦，然后再拿起来。然后我就决定把它压着。再拿起来。哇，这个血也太多了吧。我想说我简直就是万圣节的特效妆啊。对，我简直啊，满口是血。我就是嘴巴有铁味，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哇，我刚到底是多大力？因为你知道，就像它很像你擦完口红之后，把卫生纸拿进去抿嘴巴，然后就是一块血。而且我一开始就擦了一张卫生纸哦，然后擦完之后想说怎么还有啊，然后我就再去拿第二张卫生纸就是擦。绝对不是直播的问题，好不好？我就说我很常咬到嘴了，但是我那个时候还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还问我说：“念，你还在吗？”我想说我在，我在，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问题，我现在有点自顾不暇。对，之后我一直到现在还很痛，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好。我就是上大学之后，我很容易嘴破，就不容易好了。可是欸，以前都说什么口腔内膜的，人家都说口腔内膜的那个恢复时间是身体上面细胞最快的，然后我想说屁啦，我以前也是很坚信这个道理啊，想说嘴巴破就不用理他，殊不知嘎喷，今天是嘎喷。我跟你讲维生素不足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之前还信了，因为我还拿那个，你知道维他命 C 吗？然后人家说把维他命 C 含在受伤的地方，哦，含下去的时候，我真的很想问一下我的祖宗们，很痛。我跟你说，维他命 C 痛下去，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痛。因为那个维他命 C 含下去啊，然后就是在伤口，然后它本来在伤口就会啵啵啵，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会有一种啵啵啵，然后哈，那样不会更快好吗？我忍受了不下一两次那样子的痛。我以为会更快好，哎，超痛的，超级痛，不是气泡定啦，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它就是维他命 C 的药啊，会涂 B 群的药膏，不知道像我现在好像没有哎，不是 B 群的药膏，它就是口内胶，口腔用的口内胶，然后我也有试过超多东西的，我除了口内胶以外还有什么溃炎，就是可以喷类似广东木药粉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擦了那种日本的口内胶，不一样的，是液状的。反正我家有四五种口内，就是可以擦嘴巴的药品。伤口上爆米花，面蛇好吃吗？欸，我不喜欢吃牛舌，想必对面蛇应该也是没什么兴趣啦。喝柠檬汁、苹果汁之类，欸，苹果汁我还蛮喜欢的。柠檬汁下去会不会出事啊？口内胶跟一体的 OK 绷不一样，一般的口内胶不一样，一般的口内胶就像一般擦皮肤的药膏，是膏体型的，然后有那种一体型的，吃起来很像可乐，就是它的味道很像，就是很像可乐，因为人家不是说可乐其实也有药的作用嘛，还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反正就是各种东西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哦。结论就是不用读书了吧，就是还敢当熬夜仔，这听起来应该是结论就是不用读书了。唉，不说了不说了，我觉得三秒交听起来挺好的啊，果然除了要我垫垫以外，我觉得应该贴个，我觉得如果粘三秒胶在上面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二次的伤害了吧，对不对？他就不会再破一次了。三秒就对，三秒就贴下去，我就会安静，就会安静，安静很久，因为我可能要去大医院急诊，他才能把我的嘴打开。哇哦，好啦，天啊，反正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啊，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还没有，我们先来一个先后顺序好了，以免我到时候忘记要讲什么。我想想，生日会还有什么要谈的吗？我们生日会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好说的。生日会，生日会，不，我跟你们说，有一件事情我非常不满意，关于生日会这件事，真的是非常不满意。我想说，去年跟前年我们在下车的时候啊，哇，大家那个尖叫声啊，此起彼落，天啊，喵喵喵喵，耶！然后我想说，大家好久不见，大家等很久了吧？我想说啊，我正要很努力的跟大家挥手的时候，我下车之后就只听到了此起彼落的，哇，太夸张了吧！哇，是和服，哇，太夸张了吧！说好的尖叫声呢？而且我去年还听到破喉咙，因为去年我刚好前一次直播在讲破喉咙这件事情，就是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理你的。然后反正我今年一下车之后就听到，哇，太扯了吧，太夸张了吧，我想说太扯了吧，太夸张了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然后大家就一直疯狂，太扯了吧，太夸张了吧，然后我想说你们的啊是不是被和服给惊呆了呀？穿和服的霸气，霸气到说不出来。和服让大家吓到了吧？啊哈哈！你说要先叫大家说啊啊啊嘛？也不用啦，我只是想说吼，大家那个震惊啊，要表现出来啊。明明是更高级的称赞。身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记录者，不能发出声音，没错。大家拿着摄影机的时候都要一个保持不出声，就是为了让手持不震动，然后就要非常极尽的这样子摄影过去。好吧，这样听起来是挺专业的。没有啦，没有，我没有想要大家尖叫，但是大家说太扯了吧，太夸张了吧，其实我有点暗爽。想不到吧，没办法啊，因为大家最近太乐于准备惊喜。那之前大家应该一直有问我生日会要穿什么啊，这次什么风格啊，哼，我全部都没有透露，对吧？哎，不要期待明年，就是明年的事明年再说，今年已经非常努力了。怎么可以为了拍广告差点迟到？那应该要早点去拍广告啊，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你是不是坐捷运坐很远，就是我记得你有记录一下，你是不是坐了很远的车？我记得你说了一下你的车程是非常的远。今年已经是巅峰了，和服听说是超级紧，不是和服本来就应该要绑超级紧，我还很担心不紧，因为和服不紧的话会往下掉。就是他那块腰封，那块腰封如果没有绑紧的话，折痕会不好看。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姐姐往死里绑。”然后那时候姐姐就很努力的在拉。对，结果喷珍珠，还好珍珠可以马上再绑回去。我们去年就已经玩过万圣节有关的了嘛。哎，但我没有说主题不会重复哦，对，以免我未来找不到台阶。我学会了不轻易的立我的 flag， 但我只能说我今年就想晚点，哈哈，你们想不到的。什么？所以崩断不是崩断，我是那个时候抱着大家给的圣诞册，然后把它撞开，好不好？没有崩断，它本来就是会开的。用字遣词给我好好的。选择一下哦，
和服的脖子很厉害，可是你们没有看到后面啊。虽然我绑起来了，而且这次的头发是自己绑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从来没有绑过盘发的造型，然后我还想说到底要怎么绑比较好。谢谢圆滚滚，恭喜圆滚滚，听说浪梦成真啊，这次不得了了是吧？居然还有兔签呢，而且是16人签名。而且我跟你说，听说这一次的海报好像不是所有买 CD 都会送哎，因为我不知道，像我们家就没有拿到。我说买 CD 就没有拿到，然后听说好像不是所有管道哦，本来就没有，所以这次都没有吗？可以单买海报，感觉很难取，真的假的？一直都没有？哎，听说有些管道会送啊。怎么了？我误会了是吗？我误会了很久哎。崩蛋到底是谁？谁给我流出去说珍珠是崩蛋？明明就不是蛋了。我跟你讲，它珍珠啊，你们真的是很没有生活常识，好不好？我跟你讲，最近很流行日系的衣服都会搭那个珍珠腰带，它的腰带其实是扣上去的，所以你只要轻轻施力，它就会推开了。所以那东西是推开了，不是崩开，好不好？是推开了。OK， 谢谢大家，你们真的是不能这样。这次的海报数量更少。那就是对诗雅说会演唱会要丢了才有，连买了一箱都没有哇！我不知道，因为之前听说会送，所以这次能够抽到海报还是签名海报哇！圆滚滚哇，圆滚滚啊！就这是抽的吗？还是浪梦成真的活动？因为我那天直播没有跟到，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次的。抽到海报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啦，海报很珍贵的，好不好？我们这次走什么概念？我们这次就是走饥饿行销啊！啊、哦，这次是前三啊，那也是买的。对对对，抽一个，然后再加榜前三，哇！那如果是抽到的话，真的是无敌幸运哎！魔法小卡的力量啊，圆滚滚。兔签16人签名，又是数一数二超级难抢的海报，有值有值吧，有值吧，有值吧，大家。田握手的握手会现在也是饥饿行销，我其实没有想到我的加布是这么的，我真的是想不到啊，没错，我的加布想不到啊。不到24小时，简直是差点连我自己都填不到那种程度。我还是在一边工作一边填我自己的握手会。啊，我填完了。如果有下一次加布的机会，大家可以不用等待我追上大家的进度，大家可以努力的填完下一波。我不知道啊，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加布，因为我之前最多的一次是，是6部吗？我有点忘记我上一次是，原谅我上一次的记忆有一点点的出入，因为我第二天几乎没有记忆，我只记得我第二天说了一句话。哦，所以品牌有开过6部啊？对对对，那我是握手会5部，然后还有1部是合照会，对吧？原谅我那个时候握手会第二天的记忆有一点微妙出入，为什么呢？因为我永远只记得那个时候有粉丝来握我的手，然后他问我说现在还好吗？当时我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大家那时候怎么没有打我啊？那时候我说啊，没事，就是今天见到大家有点想吐而已。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在意识不清的状况下说出了这句话？没有，见到大家跟想吐是分开的。我见到大家之前我就已经想吐了。对不起大家，我在上一次意识很不清的时候说了这种话。
记得他没有心碎，我记得他笑得很开心。我记得 他笑了。他说喂，怎么可以这样说？四单其实超多步的，两天半不完。对，我后来花了三个月。我的握手会后来花了三个月结束。谢谢大家。没有想吐。哦，不是，我不是没有想吐，我不是因为看到你们想吐。对，三个月的话，现在哦，这次跟不到是吧？哎，不能待机三个月吗？Hello， 今天也是水母的一天。冒冷汗真的没有办法安慰，我也制止不了他，说回去啊。对，被偶像吐可能哇，真的是不要哎，真的不要吧，真的是谢谢益生菌。有没有？我今天跟你的头贴是同款造型哦。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真的很不确定，所以我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我怕如果我不确定的话，之后感谢错人我会很丢脸，我想最后跟大家确定一次，请问一下我这次圣诞小卡的绘师是谁呢？我想要跟大家最后做个确定，以免以保我未来如果谢错人我还出歹机。对，冷汗真的是收不回去啊，我吸都吸不回去了，对不对？哦，外面找的，所以是朋友，还以为是他本人。嗯，因为是我没有看过的画风。哦，所以这次是酱油的朋友外找，外面的酱油。我跟你讲，走心的几率真的太多了，那不就是未免走心要努力一点嘛？啊！但是我真的是想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这次的握手会呢，我希望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请记得带上名牌，或者是你想要在口罩上面做任何涂鸦，都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哦。对，因为这次呢，我们。哎，应该基本上也一定要戴着口罩嘛，对不对？但戴口罩认人的难度简直就是加了200%，然后又因为疫情关系，我们将近半年没有半年，应该快，对，应该半年多，而且超过半年没有近距离面对面看到大家的脸了。我跟你讲，很多人可以靠，就是你知道，如果戴着口罩的话，眼睛啊、发型啊之类的可以去认，一堆人。这段时间给我留了不同的造型，真是要我认出来，真是太难了，难上加难。请不要认为真的很好认，好不好？我跟你讲，这个发型一换，气场是会变的。就像是我换了一个造型，大家也不一定马上认得出来我，好不好？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带上你的小名牌，无论在哪里，只要我能看到的地方，请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样可以以免我叫。发音错误，或者是说啊，你就会觉得可恶，那天就没有被我叫到名字了，对不对？而且其实我发现我有个病，不是病，就是一个困扰，就是其实我以前在，你们知道我以前就是有一阵子在玩 cosplay， 然后其实 cos 的时候其实也会去场次，然后要去认亲友之类的，但其实我们很常是在网络上互动，然后。我发现我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其实我很脸盲。虽然我有跟大家说我很容易，我可以用背影认人，但是那是在很熟的状况下，我可以从一群背影中认到人。可是我有脸盲的点是，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名字跟脸对在一起。我可能知道你的脸是谁，就是我知道这个脸做过什么事情。你比如说，可能，我知道这个脸上一次。可能在口罩上面有做什么特别的变化啊，或者是这个脸上一次，在握手会的时候穿了什么衣服啊之类的，我可以知道这件事。但是如果名字的话，就是单名字，我可能会这个名字握手会的脸长怎样，我可能没有办法对在一起。所以名字跟脸，你要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对在一起，要花很长的时间。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没有压力的每一次都带上名牌，我可以保证我第一时间就超大声的喊是面吗之类的，或者是哇面吧，对，所以为了让大家可以有一种啊欢迎回家的感觉，在你走进栅栏的那一刻，我就可以大声的呼唤出你的名字，请务必带上大家的名牌，拜托带上名牌，拜托用力的带上名牌，以减少我还要问你说喂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之类尴尬的问题，好吗？大家不要叫错，真的是叫错是有一种拿着刀往对方身上插的效果。好，对啊，面妈其实毕竟你知道我跟她相处也才二十年多，我是觉得哦，有的时候她换个造型我是认不太出来啦，对，所以有的时候回家哦，我都会想象嗯这个啊会出现在我家的应该就是面妈了吧，但是这个背影这个样子这个发型好像是打个招呼好了。嘿面妈是你吗？哦对啊，我今天去做了头发哦，难怪远远的认不出你，对，所以我对面妈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了，希望大家可以不要为难我。哦不是栅栏啦，但那个应该可以讲栅栏吧，就是握手会的时候不是有个通道吗，大家要排队，然后会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白白的墙，然后把大家挡住，而且那个白墙很微妙的点就是我看不到自己这一排后面是谁，但我看得到其他人的别排的后面是谁，所以我都每一次都看不到下一个进来握手的到底是谁。对，我要警告不带名牌，然后我认错或者是我当天没有喊你的名字，然后回去跟我讲说面面今天好像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或者是说认不出我的话，我真的是会对心肝哦，我真的是不行。对对，希望大家如果当天没有带名牌也没有走进来就说你好我叫做蔡雅恩，如果没有做以上动作的话，我当天没有念到你的名字也好，没有一种哇哦一看你就是谁这种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就是我真的很难一看就知道你是谁，对，这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如果我没有做到你期望的那样的反应的话，哎，不要告诉我，真的不要告诉我。No no noNo, 不要出现这样的状况 please， 真是不要再出现这样的状况了。但对，如果你进来跟我说你好我叫蔡雅思啊，我就会对着你说啊雅思你好啊，久仰大名了啊，听说你是非常气质的好吗，你想要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啊，哈啊哈哈，对你好你好雅思你好，你今天大概是今天在场的第三位雅思了，不知道待会还有没有你的朋友，今天双胞胎也是挺多的，名牌写小时榜第差名会被赶出去吗，你也是可以写，我会帮你鼓掌。哎有红包可以抢吗，小时榜第差名。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族谱的认亲大会还挺好的，大家可以把族谱贴在头上是吗？啊，小安啊，天哪！果然啊，当初我就是一直有在想小安，这现场跟我印象中的好像又有不一样啊，果然就是看到本人啊，气场就是不一样。啊，乌诺跟小安比较近的。比较近的特征就是头发比较长而已了吧？请问还有什么特征？哎，我不知道小安身高多少，所以我不知道乌诺跟小安的身高近不近，这个我不确定。我可以等握手会见真章。哇哦，谢谢红包，恭喜小时棒第几名？你应该不需要带狗牌吧？你也可以认出来吧？我认不出来，没有狗牌我就一律不认，这次没有写名牌的我就一律不会叫名字，我觉得这样公平公正公开，只要不写名牌我就不叫名字，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我认出来了。但是
没有写名牌，我就不叫名字了。嗯，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吧？对不对？好，我先说了，这一次的握手会，如果没有带名牌，我就一律不喊名字喽。当然，你也可以跟我聊，就是你的话题。我还是会跟上你的话题，但是只要没有，为什么要定做名牌？等一下 ，Google 定做名牌不用定做啦。其实很多人会自己做一个小牌子就可以了。嗯，你现在就可以用手边的 A4 纸，然后写下你的名字，然后直接贴在你的身上。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哦，就是直接贴上去。啊，一进去就直接跟我自介是可以的哦。对不起，我在看通知。就是你可以用一张 A4 纸，上面只要写你的名字，你就直接写 9M， 然后贴在任何一个部位，进来我看得到都 OK。然后不然就是你直接出来，你直接进来之后就说清晰的跟我说，你好，我叫 9M。我跟你说为什么要清晰，是因为那个戴着口罩啊。尤其是如果像上一次，我跟你说，九恩不知道有没有来参加过握手会。我跟你讲，我们上次握手会真是太厉害了，简直像在探监。就是我们有一个比餐厅的那个隔板还要再厚一点的隔板，中间打了几个洞，但是那个真的那个洞没有什么用，就是你听到的声音是很远的，然后很小声，所以对方如果我跟你讲，我平常那个声量啊。听到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这个声量你可以听到我大概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平常就这样讲话的话，你就会听到跟你说，绵绵你好，我第一次来，我叫雅思。蛤，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叫什么名字吗？我叫雅思。雅什么？我叫雅思。哎，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拜拜。谢谢你呀，就拜拜。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吧。上一次出现了不少这样的案例，就是雅思。然后我第二次就会选择我放弃，第二次我就会直接放弃讲的是什么。对，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我总不能一直浪费人家的时间，一直在问人家的名字，人家说不定有准备话题啊。对，就像啊，我也会听不懂邮局柜台在讲什么哎，真的，因为我之前就有去寄东西，然后他跟我讲，然后我就一直没有搞懂他跟我说什么。上次最多的内容就是啊。对，而且我那天结束之后，你可以明显的看到我的隔板上面有很大一层我的底妆，我的底妆，对，就是我的底妆，我的粉，而且很明显哦。我跟你说啊，祖祖会员，哎，原子祖，你真是夸张哎，你真的是，真的不要这样乱花钱。你会脱裤子的原子猪啊！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几天在最后我的哦天哪，眼睛鱼 this 客人跟我讲话，我就哈，对，我跟你们分享一件，等等，祖你等我一下，我待会再提到霍格华兹的主题，我先讲完，不然我待会要忘记这件事了。就是我在我的分灵体。我的捷运看板，捷运大灯板要结束的那个时候，那最后那几天我要去合照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啊，我这次拉着阿弟合照，因为阿弟号称说他要在就是十月早一天去，结果一直没找到，最后压线去，气死我。反正我就是特别把他拉过来，然后跟我一起拍照，然后让他帮我拍照。然后那天我就在那边想说啊，你知道最后几天其实人比较少，就是平常大家都是前面开始疯狂的拍嘛，后面几天其实就还好。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拍照，我想说啊，应该很自在吧，应该没什么人认识吧。然后我就拍得很开心，结果经过突然有一个妈妈牵着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然后那个妹妹穿什么你知道吗？她居然穿米豆子哎，她就穿着米豆子的衣服，然后牵着她的妈妈。然后结果他就走过去，
然后就看着上面，因为你们上面不是写那个吗 ？Happy Birthday， 然后生日快乐，上面有写 AKB48 TNB 蔡雅恩，然后他就走过去，然后就说，嗯，蔡雅恩生日快乐。然后他还就是他还在看那个字，他就把它念出来而已。然后我就很大声说谢谢，然后他就，就走掉了。我不是故意要吓你哦，我真的我收到了。不，你不是在跟我说生日快乐吗？对，但是人家妈妈没有理我，妈妈可能没有听到妹妹说什么，所以不知道我在谢谢什么。但是反正我那个时候就对那个妹妹说谢谢，然后那个妹妹就然后就走了。小孩子好像都会看到什么字就把那个字念出来，所以他真的只是经过，然后就看到了蔡雅恩生日快乐，然后就把那个蔡雅恩生日快乐念出来。殊不知我一个不小心吓到人家，会觉得是整人节目吧。妹妹啊，妹妹，你确定不入坑吗？我那时候应该说妹妹，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有四期生，因为她年纪真的很小，她是小妹妹，就真的蛮小的，感觉应该十岁不到的小妹妹。然后，就是看不出来吗？还是我真的得穿着制服去合照，大家才会觉得我是看板上面的那个人？四期够吗？可能要六七吧，不知道哎。我们原本不是定十二岁吗？啊，上次二期是不是年龄有再调一点？会不会做梦？才不会，好不好？我好歹那天也长得算漂亮，我那天有打扮吧？有吧，有吧，有啦。街坊，请问您对 TTP 有什么感觉？然后就会有成员跑出来说：“请问你对 TTP 有什么感觉？这不是我们干过了吗？放下偶包有啊。”放下偶包，我们有干过这件事情，殊不知很多人都看不出来我们跟板子上面是同一个人啊。有被认出来跟真相上同一个人吗？是粉丝就有认出来啊。如果有粉丝经过的话，啊，我跟你讲，很酷的就是我后来最后一天去拍照的时候，有同学经过哎、欸，但是是高中同学，而且不是很熟的高中同学，就是同校的。然后经过了之后，居然远远的跟我打招呼，我还吓一跳。我想说，哎，那个好像不是粉丝，是同学。哎，然后好吧，他就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然后我想说，哎，其他人不会觉得我们怪怪的吗？路人没有，怎么可能？路人哪有可能认出来？就戴着口罩，正常人也不会想说是本人吧，对不对？如果我穿的一模一样制服榜一样的造型，应该是没有人会看不出来吧？对吧？对吧？是的吧？哎，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捷运看板的奇遇，真的是太好玩了！就是因为真的是第一次有捷运看板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跑，然后我那时候就一定想说，我一定要去超过一次，这样才有就是可以值得纪念。然后就跑去拍照。话说祖祖还在吗？祖祖在吧？祖祖，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关于祖祖的部分了。就是呢，最近要看到我们赫夫帕夫的小学姐一直不停的在分享哈利波特的拍照特辑，是吧？大家有看到祖祖的照片吗？好期待是吗？哎，我有说要期待了吗？我有说要期待吗？虾虾，对，虾虾特别从基隆远征，面妈都亲自去踩点了，好不好？有看到转贴是吧？哎呀，大家应该，哎，你们知道一开始原子族一直没有分享他的学院吗？哎，对，祖祖人呢？祖祖哦，祖祖真的跑了是吗？我跟你说，祖祖那个时候一直为了要骑，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神秘感，然后一直没有分享他自己是什么学院的，然后结果，
哈夫帕夫出来的时候，大家很惊艳吗？想看看雷文克劳温柔又可爱又漂亮的学姐。我没有爆料过哎，我没有爆料过他的学院哦，从来没有，我才不干这件事，好不好？哼哼哼，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哎呦，这样子会反光出来，不知道会不会反光出我的？啊，会这样子会看到哎，没有办法对焦。滴啦，这是我的其中一张拍立得，之后再跟你们分享别的拍立得。可是因为拍立得当天是我带去的，然后后来就是我疯狂的在拍其他人，结果我自己只拿到两张拍立得啊。我居然只拿到了两张拍立得，对，所以没有特别其他的拍立得可以跟你们分享。另外一张有故事性，所以我想要之后在发文的时候跟你们说。加围巾，有看到围巾吗？我许久不见的围巾又出来了。雷文克劳爹，大家可以先看完隔壁家赫夫帕夫之后，我再接他的接力棒，接着就是我们雷文克劳的时间了。讲，没有，我没有暗示大家。篮筐是特别挑的吗？没有哦，因为我带的拍立得它是连续建成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大家随便拍，结果刚好拍到我这一张是蓝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对颜色，就刚刚好来这张，厉害吧？因为拍立得的顺序，它的确是有一个顺序啊，但是我没有去算，我就是拿到了就直接拍。嘿嘿嘿，我觉得围巾很可爱，但是我们没有拍到很多围巾照。小慧有了哦，小慧的照片，小慧的拍立得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吗？小慧是拿到最多拍立得的人，他好像有四张左右。谢谢大家看到我的桌子也没有很凌乱了，还好吧，还好吧。看到小慧也是蓝色的，因为我带了三卷过去，然后拍掉了两卷拍立得，所以应该啊，哎，我知道了，他的蓝色有可能是前一个，因为这边渐层过去也要是蓝色。他就先拿出来让我们猜猜是啥的哦，好吧，那你们猜猜这是啥？这是秘密，有对焦到吗？猜猜这是啥？猜吧，猜啊！衣服是勇气红，哦，你是说谁？拜拜。好。小慧身上的衣服哦，是从各种各式各样的人身上扒开的。小慧身上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她的，反正很好笑。就是我那天出租了各式各样的巫师袍，还出租了魔杖。然后哦，对，说到魔杖，我有一只，现在在手上可以跟分享。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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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我最多周边啊，拜托，哈利波特狂粉哎、欸！这只是新的，这只是接骨木，从来没有看过吧？哎，我之前好像我是不是拿出来过一次，还是没有？扒开听起来有微妙，而且。他还有雷文克劳的，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拿来拍，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哪里好。接骨木没看过吧？没有啊，小慧也不是免费仔啊，他很努力的付了入场费。回来了，哎，我都已经介绍到一半了，你这个学姐居然还跑，居然还给我偷跑，耶！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只，我后来新拿到的这一只魔杖呢，是接骨木魔杖。然后后来祖祖选了史内普的魔杖。啊！你居然跑去林宝莉那里，过分了！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这么明显的把爱分出去？好想要魔杖是吧？
我手上这只筷子够长吧？感觉很好用吧？对啊，我手上筷子都少一只了，怎么办？而且我们那天就是那张拍立得有故事，好好，我可以分享一下，反正到时候你们才会看到照片。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在互相比我们的魔法，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念什么，Orb of Water, Wingardium Leviosa, 然后还念什么？我那个时候一直不会念那个，我一直没有办法念出来那个死咒叫什么 ，Avada Kedavra。对不对？是 Avada Kedavra 吧？然后结果我当下就是我在棚内一直没有念出来，然后我们就一直 Avada Kedavra 啦，结果就被拍下来了。而且因为我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画面有反正有一个小阁楼，然后我就对着阁楼这样大喊 Avada Kedavra， 对，然后我就被反弹。欸，很厉害耶，就是大家意外会的内容很多，还有什么我永远只记得 Lumos 真的太好念了，而且 Wingardium Leviosa 为什么会这么好记啊？还有一个我记得还有一个死咒叫怎么念啊，不记得，我记得卡牌上面好像没有 Central， 还有什么啊 Monster Books Experience Crucio， 哦，对啊，对啊 ，Crucio， 念念念念爆念爆，咒咒念 Crucio， 因为打游戏会一直有发音。Are we in a lake？ 哎，等一下，那是谁出场的时候有这个？哎，是谁出场？好，抱歉，雷文克劳居然是拿了接骨木，然后原子族身为一介赫夫帕夫拿的可是史奈普的。人在赫夫帕夫，心在史莱哲林，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Watermelon 什么 Watermelon？ 没有的，220吗？啊，没有，我刚好像是要讲 Crucio。做作孽，嗯 ，Crucio， 赫夫帕夫也可以坏坏。但是有啊，他很还原啊，他赫夫帕夫跟了很多奇兽拍照啊，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好，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跟你说，我当天拍照的时候太紧张了，因为其实我们人很多，然后那时候我原本给自己的设定是我要像露娜一样，就是要像露娜一样是属于精明，然后鬼灵精，就是有点鬼灵精怪，然后有点调皮，但是又聪颖的。就是感觉有点聪明的雷文克劳，结果殊不知被我拍起来就是只有聪明的雷文克劳啊，怎么拍都很聪明，非常的聪明，鬼灵精怪的地方可能有一点少，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原子族居然在旁边还侧拍了一张 Potato 哦，非常的棒， Potato 非常的像Potato，我要把你变成 potato， 对，感觉有点腻，什么腻本人的设定没有，好不好？哪有？等一下，请问原子族当天看完我拍照，觉得我当天是一个什么个性的巫师呢？tomato， 从 potato 变成 tomato 了。tomato， 马铃薯泥咒，把你变成什么小疯子？我跟你说，我们是第一次跟原子族这样出去拍照，但是因为当天人真的太多了，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合照。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还想要再拍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的把赫夫帕夫跟雷文克劳的反差拍出来。我们应该要在同一个画面里，很明显的做到雷文克劳跟赫夫帕夫的反差才行。明明是一个这么有反差的两个学院，讨厌。哼，没有。来不及拍完，真是哈利波特真的是太好拍了，好开心哦。而且我跟你们说，我们拍完的第二天其实是哈利被，就是他在襁褓之中，他不是在门外被捡回来的吗？然后就是他捡到的那一天，所以等于说我们在哈利波特诞生的那一夜就正在拍巫师，然
然后我们就是三个麻瓜硬要装巫师，然后穿上了各种学院袍。对，我们有大瓜的影片，但大瓜的影片很蠢欸，啃大瓜。露娜的那个空灵感真的是太难了，没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照片哦。嗯，到底要什么时候发？其实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时节发，因为万圣节已经过了，难道我要等圣诞节吗？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比较对啊，是不是聪明有出来吗？我不，什么叫做真的有把聪明拍出来？不是拍出来，是我本身就散发的一种聪明的气场，所以这聪明啊，不拍出来也难，好不好？应该是要有这种想法，好不好？没活动就发，可是其实我现在照片很多啊，我现在。对啊，新的生血，我在想下一期生血也是很好宣传的东西，怎么办？能被拍出来很棒，没有，我本来就有，好吧，我本来就散发这样的气场，所以本来就该被拍出来。但是摄影师也很厉害，谢谢摄影师的支援，谢谢各位摄影师的支援，谢谢各位马内的支援，谢谢各位就是大家当天这么辛苦。让我们生出了一组这么完美的照片，山穷水尽无后路。今天发哦，好吧，好，祖祖晚安。好，可是今天发，我还没有想好文案呢。那你们有没有想好什么文案？十一月当天发什么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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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先限动也是可以啦。我要发什么？哈，阿华，你前面有在听吗？拜拜，祖祖，祖祖该不会就是为了这个贴图才买会员的吧？没有，录影不会那么早发出来，是照片先，好不好？先发再想文案，边修图的时候边想文案啊，好吧？还有入场啊，原来他就是为了好好，谢谢祖祖，我也可以比啊，爱心，真，大家可以帮我 P 个爱心，我自己也有啊，好吧，看来大家都为了贴图买了会员，浪真的很会赚，谢谢命的掌声，鼓励鼓励鼓励。好啦，那我得想想，如果要今天发哦，那我今天要走下步，我要来想一下，我也要修图先，我就没有准备好今天要发，我还没修完呢。我可以去修图，反正我今天还要背期中考，我大概也是不用睡了，所以大家可以早点跟我说个晚安，我们待会就可以进入修图时间。修肯定是要修的，好不好？要漂亮的照片得修啊！太早说晚安，不是太早，太早了吧？我已经开始挑战。下周期中哇，你下周才开始考啊，那也是很幸运的。我们要考3个礼拜。不要问我为什么，问教授。我觉得我大概大五跑不掉了啦，期中已经掰完了，明天掰也可以啦。期中虽然已经凉了，会不会之后破到蛇？可能会变蛇。好，但是其实说真的，我们大概今天10点半要关播，是真的，好吧？生日愿望会实现的吧，教授，你肯定是有听到吧，史内普教授。好了，我决定了，我直接开始选修黑魔法吧，这样说不定会过哦，可以吧 ？Professor Snape， 拜托，哇，女神降临！我这样合到早吧，下周开始联考3周，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我们是这周开始联考3周。我最近很喜欢 AAA 的歌。因为我
们有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放了 AAA 的歌。女巫降临，哦，不用不用不用，再一次不用再一次，毕竟我们今天已经开始要念吧。等一下，我还有什么没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吗？我还有什么没讲吗？可爱水母，谢谢明晶，明晶，你总不会是为了可爱水母买会员吧？对吧？就我跟你讲，昨天的绯闻 kiss， 我觉得我应该会被其他团员打，因为我放弃的呜呜，然后给了一个绯闻。我放弃了飞，我选择了飞吻，对不起，我一定会被打，天哪。对，我就是一个因为其他团员会帮我污玩，所以我就没有污玩的人啊。不是破坏和谐，我们还在唱歌哎。哎，但是我没有想到导播会转，因为我们原本以为都是全景，因为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切，所以其实就只是机器来了，然后我想说哎，那就对着机器一下，但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刚好会切到，因为其实有两台机器在跑。好了，那我们开始念榜哦。哎，我跟你讲，电视画面很美耶，而且我们觉得很奇迹的是，我们的队形意外的很整齐。你们知道现场那个草地啊，因为我们只有中心点，所以其他东西距离感要自己抓，然后我们几乎也是算严格来说算是第一次在外面跳一秒一秒越好，所以其实有点紧张，然后那个队形超强的耶，居然没有歪掉，我们自己都非常的惊讶。我们自己看完就想说怎么会没有歪掉。我们是不是太小看我们自己了？不是啊，那不是没有办法肌肉记忆，因为那个范围差太多了，超大的，要跑的距离跟平时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如果平常跑的话反而会范围太小，结果最后居然超级整齐的。不是啊，背起来是很正常的，背起来是一定要的，是放那个空间感是只有到现场才能感觉，所以是没有办法事先预习的，所以不是肌肉记忆，也不是有没有背起来的问题，就是一种我觉得是经验，没有不会有站位表啊，因为它就是草地，你就想它就是一片草地，在一片草地上面跳舞。我要看一下我有没有记什么没讲的内容。距离也会背起来，不是，因为草地上的距离很大，跟我们平常表演过的大小是不一样的。然后为了要画面就是不会被遮盖到，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可能跑到旁边的位置只要一步，但在草地上要跑三步，所以那是对体感反射，那是没有办法用背起来的。就是啊，为什么会说很整齐很意外，是因为我们整个距离是扩大，大概扩大三倍，所以其实不是靠平常的感觉就行了，所以才会觉得哦，太酷了。对吧，从正面拍起来超强的耶，我们大家回去之后非常的惊艳，而且真的是第一次到球场这么大的地方，而且应援舞超好玩的，应援舞超好玩的，而且你们知道那些歌，就是应援舞的歌其实都是很多老歌，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听过那个 老歌啊，有一段是那个成吉思汗的歌，你们知道吗？那个噔噔噔噔噔，我忘记是哪一个球员的应援歌了，反正就是这一首歌是成吉思汗，然后我就想说哦我会唱，然后结果那个柏林跟李佳丽就说哎，你怎么会唱，你有跳过，然后我就说好，不是，就是老歌的节奏。然后我就说天哪，哦是哦，没听过，然后结果就是又换了另外几首，反正就是都是老歌啊，所以不是要很会唱很正常吗？后嘿后嘿啊，那个啦，成吉思汗是三阵他是吗？哎，我有点忘记了，是三阵他吗？三阵他是不是三阵他的那首歌？那个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晨曦姐 ，Go Go 哦、oh ，
所以也不是三正他。太难了，应援歌真是太难了，有够难。这首是《菊间应》菊间应援曲。Go go 啊 ，Go go 拉苦天哦，我知道，最后胜利属于拉苦天，对吧？对吧？最后这个是定了。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尤其是因为那个晨曦姐姐太会带气氛了，她而且她连走路都有那个气势，哎，我不知道就是她本人的那种气场太过强大，然后你会觉得很想跟她一起跳起来。我们除了看完晨曦姐，就是除了看完我们自己的团员之后，也被晨曦姐给圈粉，超级真的，而且超嗨，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它不是那种嗨天选的嗨，是一种你会有一种被它带领的嗨，很像营队的姐姐，林晨飞，林晨飞，林。跟他喊就会超想喊出来的，对，他的渲染力太强了，对，像执行官姐姐。我跟你讲，在山顶真的是可惜了，他前面真的是超嗨，因为在前面你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们后面一排是摄影大哥，就是专门来拍照的，但是前面就是正对面就是啦啦队的啦啦队，就是 Rakuten Girls， 然后再加上晨曦姐姐，然后再加上一群我们的成员，然后我说好想下去跳哦。好的，就这样。好的，我们开始念榜了，念榜时间。念榜，念榜。对啊，为什么场上会有福德？然后我们还说福德，哎，福德，哎，刘小晴的福德。然后刘小晴就大喊说他不是。谢谢富伟姐姐，念念念念念，有大菊会全部起来跳那个吗？这个思雅有起来跳，这好像最一开始。还有这个很帅，这个是什么？哦，我跟你说，最要称赞的就是那个。桃园有三只吉祥物，一只是 Kobo 到底是什么生物啊？ Kobo， 然后还有桃园的两只小猴子，一只是元气小子，然后一只是大圣，对不对？一只是桃园大圣，真的是电路板，对不对？我一直想说他的身上就是电路板，但是他头上是什么？番薯？不是，因为我们那天跟 Kobo 拍照。然后我们就说 Kobo 你是电路板吗？但你头这颗是什么啊？然后我就摸着他的头说啊，大概是番薯。然后他乖乖跟我们合照，但我觉得他心中是百般的无奈啊。对，小只的是元气小子，然后大只的是大圣，在东区那边。然后 Kobo 很微妙。Kobo 不能讲，吉祥物是不能说话的，不说话是吉祥物最基本的规定，就是他们的职业感、职业意识是不能说话。而且 Kobo 超可爱的，因为反正 Kobo 整个就是，然后 Kobo 后来在后台跟我们拍照，然后他还这样，然后他拍完照之后就害羞的冲出去了，而且 Kobo 超跑超快的，他跑到快到我们转头他就不见了。对，没有 Kobo 很好笑哎。哎，传雷鲸的设定就是它要一直叫，好不好？我知道两只猴子以前是蓝色，听说是这段时间去年的时候才染成红色。然后，反正我们最后后面跟 Kobo 互动很多，可是我们没有跟大圣互动到，因为大圣在另外一区。可是元气小子也好可爱哦，而且他还让我们打肚肚。就是你们知道元气小子的肚肚很饱满，然后打下去居然是空的。居然是空的！拜拜，小流星。吉祥物里面肯定是没有冷气的啊，超可怜的。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超尽力的，而且他跳超大声的耶，不是超大声，他跳超卖力的。没有，他肚子是空的。是啊，因为他连输三次，因为我一开始就问元
气小子说我们可不可以猜拳，他就说可以可以哦，没问题。然后他就跟我猜拳，然后结果他就输了，他就说不行，我要再来一局。然后我就叫李佳丽上，结果他又输了。然后思雅就说不行，你一直输要被打头。然后他就说不要不要，那我们再来一次。结果思雅一猜，哇，又赢了。他连续了三场都输，而且他都输在布跟石头。为什么可爱的元气就没有想到不要出石头呢？他直接被拔头，拔不到妹妹就拔头。看来我们不在主场的时候，全运是非常好的。乐多队的肥企鹅怎么了？为什么说他是顶点？请小晴去骂 Kobo， 就是他强迫福德上去跳舞的。哦，那福德跳得很好啊，感觉他其实练很久了耶。我觉得福德可能偷偷有练哦，他一直很想上，说不定是他的手折不起来。巴巴巴巴雷耶耶，太坏了，我们的歌不是这样子用的吧？对吧？对啊，元气他还能比爱心耶。舅舅，我要戳你。啊 ，Wingardium Leviosa， 它飞起来了 ，Wingardium Leviosa， 啊，你看它飞不见了，我很厉害吧？是不是？单场 VIP MVP， 我抢 VIP， 好了，我们念榜了，念榜了。然后最后还要再感谢，就是这一次的，谢谢各位酱油们，这一次生蛋测的每一个人的小小的心意，我全部都收到了，超厚一本的。然后也谢谢各位生蛋委员们，也谢谢每一个有到应援箱前面跟我合照的你们，然后也谢谢这段时间就是有跟我说生日快乐的每一个人，你们的心意我都收到了，然后也希望我的生日愿望会实现。然后也希望接下来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大家许的愿望都要实现，快快乐乐。然后我们明年十月再见。对，这次的圣诞册就是大家手写，还有大家网络代笔写的各种各样的小卡。网络代笔的大家，对那个代笔者非常的辛苦啊。有，我很努力，我都有看懂，真的，我都有看懂。而且这次都有不少人说什么，就是都在里面写说感受到今年酱油们声势浩大，有越来越逐渐壮大的感觉，希望我们明年会更加壮大。哼，我们明年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啊，我们需要更多的酱油君支援，我们的工厂一定可以到处，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应该要虽然仅此一家，但有很多分店。我们酱油派要够派啊，够大够派，铁锅要买更大的了啦。我没有铁锅哎，怎么办？我什么窗户灯？那阵子看到面跟蟹会想吐，蟹，那你不是看到生日快乐会想吐吗？面啊，因为蟹跟面字太多，其实你可以写注音，我也看得懂。我觉得如果代笔哦，可是我其实文字是一种力量，就是手写文字还是不一样。可是如果网络代笔的话，有没有办法未来发展成影印的？影印会比较快吗？还是影印其实也很慢？就是如果网络代笔让他们写下来的东西直接印下来，然后贴的，用贴的会不会比较？对啊，对，代笔要忠于原位，所以字是要照着的。就像如果他原本写注音，就要写注音。可是我想说，真的太辛苦，他要手写将近半册哎。因为尤其是这段时间疫情的关系，所以网络代笔应该是更多人比起以前。妈妈生日快乐啊！谢谢，嘻。影印的感觉就没有温度了。我觉得网络代笔如果有影印的话，因为你知道吗？文字的温度是
一个人写字的感觉，就是自己写字的感觉跟他想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会融合成一个很有温度的卡片。可是如果原本就是网络的字的话，就是它原本就是打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也算是忠于原味啊，而且就是至少不会让大家这么辛苦。不知道大家觉得影音会少了点感觉，大家辛苦了，谢谢网络代笔的笔者辛苦了，相信你的右手应该是不间断的像机器一样重复写了很多很多的字，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手写图片影音也有温度啊，手写啊，你是说直接像那个吗？哎，有些人真的可以做到像就是你要 QR code 可以手画，我觉得那超强。谢谢大家，各位圣诞委员们真的超级辛苦了，而且还就是筹备了很多的惊喜啊，最后这个圣诞册也是挺惊喜啊，神之右手啊。好啦，我要开始念本啦，谢谢 Taylor 守护女神，手画 QR code 是疯了吗？本人手写表单设哇不行，传照片更难欸，因为照片大小啊，影印出来啊，有的没的啊，那更就是更难。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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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大家不要有压力。就像我觉得握手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到了，如果大家平常就是常常盛装打扮来握手会，然后盛装打扮来握手会，结果一年比一年更有压力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们想要的成果。大家不要压力，大家就是放轻松就好。对，真的想做什么再做就可以了。小样本，啊，可能是我还没有带走，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带走，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看到。是的是的是的，有很多东西我还是还没有看到，大家可以等等，你大概等个半个月之后再问我半个月之后再问我会比较好哦。好啦，念榜去，真的念，半个月之后再问我，这段时间我真的很难全部看完。我的教授好像比较多头皮屑，需要我看。谢谢大家。我真的觉得，我一想到期中考压力就好大。谢谢北园的香槟，我现在有一种悲从中来。有一种泪水在眼眶打转，有一种为什么要考三个礼拜，而且我觉得感觉有点准备不来。今天的第十名，今天的第十名，いつもそばに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最近的活动好多呀，感觉面能量要满出来了。面能量，哦，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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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这该不会就是我们的昨日寿星吧，天蝎座的寿星，数学看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数学课本生日快乐，耶、yeah! 哇，还好我有赶在生日第二天居然还有直播到，哎、欸、这是一种缘分，这是一种生日快乐，哎，30也还好嘛，还小我个11岁啊，没事没事，人到40才要开始担心一下好不好，才需要做一些人生规划、啊谢谢今天的第九名，今天的第九名就是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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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冲上来了，是谁冲上来了？刚刚是谁冲上来？哦，我知道了，因为那个谁跑上那个数学课本往上冲了，哎，啊哦，那刚刚的第十名是数学课本，所以现在的
第九名，不对，我记得刚刚的第九名也不是这个人啊。好吧，现在的第十名，现在的第十名，现在的第十名，球场饼干好吃吗？球场饼干，哦，我跟你说一件很难过的事。我们最后在后台呢，就疯狂的在吃异想天开送我们的车轮饼，然后我没有吃到一口饼干呢，我一口都没有吃到。然后最后大家在搜刮饼干的时候，我也来不及抢，我来不及抢到饼干，我没有吃到，我很想吃那个蚵仔煎酥，可恶啊！好吧，祈愿我的腿每天都很健康。偶像好好就是对我的犯傻，嗯，谢喽。知道，说吧，嘎卡卡库卡卡库奶奶，知道。你们，你吗？妈妈，妈妈的。嗯，不懂，不需要理由，你到底懂不懂？不啊，好，等一下。大家 waiting for me， 我有一个事情要处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蛋忘记了。好嘞。出来还被拍到。你说饼干吗？车轮饼干不 ，River， 我们超多人发了现实动态耶，总不可能一个人抢一个车轮饼吧？总不可能十六个人抢一个车轮饼吧？不是，我在回公司的讯息。好了，继续念吧。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九名，居然还偷拍我们买饼干，可恶啊！谢谢海豹城，谢谢，没有是一袋是一袋。问你下个礼拜还能上通告吗？我已经连续请假好几天了，我其实在选我为什么要回宿舍。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去学校30分钟，然后杀去通告，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去学校30分钟，然后再杀去通告。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看完我一直在对哀嚎的一个直播。对，我那个30分钟就是考试，我那个30分钟是考试。我那个30分钟是一整张考卷，一整张照理说应该要考一个半小时的考卷。一个半小时的考卷，30分钟，啾，直接凉掉，直接凉掉哎。好了，继续进了第八。为什么啊？今天的排行榜疯狂了，在急剧的改变。现在第十名变成益生菌了。现在第九名，谢谢。现在第十名是益生菌，那益生菌是刚刚冲上来的吗？益生菌。哎，不是，但是我是想说哈，就是在我附近的背后喊我，我实在是转头是有一点点困难啦，就是我各种转哎，而且那个位置不是特别好转。我的第十名要念几次？我已经念3次了。对，大概已经开窗了。对，半小时也是因为半小时才能交卷。抱歉了。还知道要道歉。念不完的第十名，今天的第九名，
今天的第九名，现在的第九名是北远园，拍了很多照片还没时间整理是吧？可以，我也想要一天四十八个小时，我也想要一天四十八个小时，我也要一天四十八个，拜托。面面，今天的第八名是博成，这次的握手会可能没办法去哦，因为五专要开始实习了，辛苦了，我的大学开始考试了，我这次握手会就回去。好啦，问你一个问题，嗯哼。手牵手跟明天会更好啊！明天会更好。等一下，手牵手怎么唱啊？有人知道手牵手怎么唱吗？手牵手是哪一首歌来着？天啊！我要为了他去查一下手牵手是什么歌。哦，手牵手，我的朋友。我比较喜欢明天会更好。爱永远在你左右，我比较喜欢明天会更好。我比较喜欢啊，单纯是我比较喜欢，没有任何原因。对，因为我比较会唱这首歌。这个答案是不是非常的烂呢？今天的第八名不错，今天的第七名，哇，今天的第七名，这个头贴也是非常的酷炫。这个是一种高弧的，哎，但是我的脸很清楚，哎，就只有其他地方高弧，我觉得脸还蛮清楚的，好酷哦！生日会超开心的。等一下，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关于生日礼物，大家其实照理说我是不能有任何回答的。再者就是大家要体谅一下，我最近要应付一下教授。我希望我在一个有闲、有空、有时间、有质、有量、有多文、有很多记忆体清空的状况下，我才能再好好的读大家的 To Be Sure， 不然我就会忘记。握手会的时候，你会来问我说：“你还记得我 To Be Sure 什么啦？”我就跟你说我不记得。啊，你就说啊，我最近在忙什么？相信你知道了吧？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所以我需要在一个有质、有量、有多文的时候，再来翻开大家的礼物，我才能好好的记住这个礼物是谁，这个礼物是谁，这个卡片是谁。对，所以大家给我一点的时间，猎人完结之前我会努力，好不好？对，所以大家等我，等我。你现在问我什么，我都不会有印象。我现在有质、有量、有什么？对。最近已经快要呈现一个崩溃的状态，但是活动很多，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其实有活动的话，你会觉得每一天很有重心，就是你会觉得每一天很充实。就像我那天拍完捷运灯箱之后，我觉得超开心的，因为我那天上了一整天的歌，然后冲去拍捷运灯箱之后，晚上再去公司干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我又去公司干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一整天跑完了公司，跑完捷运公箱，然后我又跑去了学校啊，对，哇，人生圆满。我那天就觉得我好充实哦。现在觉得我现在非常的过于充实，我的人生不入居居，人生什么东西？人生非常满，对，我有说我的人生非常的充实幸运，因为我有很多大家都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内容，所以其实我是很开心的。现在有点溢出来了，大家等等我啊！谢谢玉安，耶、yeah! ！哦，台居居是吧？不入居居，人生居居，台积电是吧？今天的第六名，老板老板，我明天要请假在家看小说。面面的魅力爆棚，舞步玩兽放烟火。真的啊，握手会居然是倒数101天吗？居然还在倒数握手会吗？这个太厉害了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加步，但如果加步的话，我也会努力的。但我想说，如果加步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出这么多衣服出来，因为也很重，就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有可能没有办法带去现场，我可能需要搬家公司，对吧？就是嗯，谢
现在这首歌是 AAA 的 Drama， D-R-A-M-A Drama。如果是连两部的话很难换，其实没有办法换，因为我记得时间空档好像十分钟左右吗？因为上一次就有连两部的，但我还是紧急的换了头发跟衣服，但是在后台是非常慌乱的，就是我等于直接把衣服就是随便丢，然后我就出去了。所以严格来说，精神状况可能前二十个人会很恍惚，就是前二十个人来握手的话，30分钟，我上一次好像没有30分钟，我上次回去的话好像是只有10分钟不到，因为我有握完，然后不是准时握完，然后握完之后回来我就换衣服，下一场就直接上，所以那一次我大概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喝水补妆跟换一件衣服跟头发，而且我连头发都换了，所以。如果这一次再有加布的话，应该没有办法每一步都换造型跟每一步都换衣服，所以如果连两步的话，大家就是得期待一下我不换衣服然后汗流浃背的样子。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握手会超会流汗的，莫名其妙，就是我没有在动哦，我根本就没有，我有在动，我是说我没有移动很多，但是我握手会流超多汗的耶。不是，我整个人都在流汗，不是，就是很喘，我可能是一直跳然后一直讲话我会流汗。没有什么蛮凉的握手，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握手会是凉的，就是我在握手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凉过太兴奋，我整个人，对，我可能会跳起来，然后我的汗，就是我每次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的汗都是黏到整件衣服是湿透的那一种。我觉得我可以控制一下我自己，不然换衣服很难情绪过于高亢。好了，晚安晚安小说，我好希望我晚点读的不是书，是小说，是吧？你说是吧？我也想要有魔法，然后像妙丽一样有时光机。为什么呢？我有时光器，我就可以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教授抱歉了，对，我就可以一直睡一直睡啊，继续念吧，笑死，我有时光机我就可以每个成员都握到手咯。谢谢小说今天的第五名哦，数课冲上来了，数学课本今天的第四名，这里不能是空的，可恶。可以啊，你也可以是空的，我就会跟你说包子是空的，包子中空，包子这里空空，这里也空空，这里也空空啊，没有钻我之类的。昨天你很棒，有照片产出中，刚下班哦，那你也是很辛苦辛苦了下班。等一下，明晶，你刚说什么？包子的心里有明晶。好像蛮正确的，感觉应该是明明，大概就是对塞进那个空间里应该是正确，就是整个包子。好的，那包子里可能装的是明晶吧，心里有人了。好吧，谢谢今天的包子包子心里有明晶跟老板，明晶跟老板，这算是一种福利吗？如果他的心里就装了明晶跟老板的话，那这样是明晶赚到吗？好了，今天的第三名，五楼有挂，请问老板乐鱼好吃吗？肉圆、鲤鱼、鲤圆、鹿圆，等一下，我大家帮我回答完之后，我又忘了。等一下，我一定想得到。乐屋，卤，不对，那是卤味，那是卤屋，乐屋，乐屋，辣，不
不是辣，嘟嘟鲈鱼，嘟嘟嘟。鲈鱼，鲈鱼，鲈鱼，没有鲈鱼怎么办？鲈鱼不是啦，你打错，是鲈乌啦！雷包！Oh my god！谢谢东方的小鸡蹦蹦，哎呦，凉圆，哎，凉圆，哎，我超喜欢吃凉圆的，可是凉圆好贵哦。你知道，凉圆就是有一些夜市会卖凉圆，但是一颗都超贵的。然后还以为要吃鲤鱼了是吧？哎，我跟你说，我在要决定要，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游戏是我们想。然后我们在决定要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还想说，哇塞，我每次看综艺节目如果有玩到类似的游戏，我都超会猜的，尤其是因为他们都猜歌名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有各种题目，然后我都超会猜的，就是我不看题目，然后因为他们都是两个人坐在前面猜，然后一个人在前面念嘛，然后我都猜很快，然后我们在家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好瞧不起大家哦！殊不知在现场，为什么大家都比我快，而且快超快的，就是快到一种我都还来不及惊吓，你知道吗？不是，我跟你讲说，这个做反应的时间啊，是一定要用麦克风回答题目。我如果一直就是马上大家讲完我就回答的话，这个就没有乐趣了。所以我是需要一点时间做反应的。那这个做反应的时间就会影响我拿着麦克风讲答案的时间，好不好？没错，哎，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制造小彗星跟酱油的对立呢？我就是不懂，我以为就是这个活动应该是要两个人和乐融融，小彗星跟酱油们相亲相爱，怎么一直有一种在制造，就是为什么要呛虾？为什么会有敌对的环节？我就超级百思不得其解，你知道吗？对，然后我想说，没有比赛，没有输赢，就没有伤害啊！对，所以我是赞成我们相亲又相爱，没有输赢，没有伤害。为什么呢？因为我输了呀。对对对，我们没有输赢，没有不是我带头的吧？呛虾不是我带头的，不是哦，痛啊！不是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就是，我真的是不能再受到伤害了。我是说，我这不能再让我自己受到伤害了。今天的第三名啊，就是傅伟哥啦。好啦，卤味，对，卤味真是，而且傅伟哥还算在坐很后排哦。然后他那个卤味的声音啊，哇，响彻云霄，超大一声卤味。我也好想吃卤味，怎么办？我待会想叫卤味，可是我的嘴巴破洞，真的是不敢再乱吃东西了。哦，我知道昨天好多人就是没能到球场去看野生水母。但是深夜在看回放之后，还是被可爱的水母姐姐，为什么是水母姐姐？水母姐姐出来玩，大家跟着水母姐姐一起应援乐酷天咯，大家准备好了吗？不是这种调调吧？今天的第三名，傅伟姐姐，好嗨，哇，不是吧，手打到桌子真的不是李佳丽的专利了，我已经看过不少人在直播的过程中疯狂的敲到桌子，我记得安安也会，安安是撞到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安安、李佳丽，然后我的手，然后我记得还有好多人在不幸在直播之中受伤了很多次。我应该是不会解锁被奶奶抓啦，
明天是认真的期中考，怎么办好呢？羚羊，你一定没有跟到奶奶的话题。大家跟羚羊介绍一下奶奶是一只怎么样的猫吧。今天的第二名。哦天啊，这个头贴这个人怎么那么可爱啊？但怎么那么胖？这个等一下，不得不说，这个被挤出来的脸颊肉这么猖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这个人的黑眼圈，这个是黑眼圈吗？这不是卧蚕吗？这是黑眼圈吗？这个人眼袋怎么可以大成这样？老板，用功读书，噔噔噔噔噔噔，再拜师起人间台。读完书早点休息，这肯定是要读的。我不想，我这一科不想被当。生日愿望会实现的吧，教授。今天直播也辛苦啦，我爱你啦，老板。恭喜老板直播，不是直播，握手会又完售了。昨天有够可怕，还在球场。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在球场就开始倒数了，我是上车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然后上车之后才开始填握手券。酱油配真的是有个派，都不讲武德的啦，真的是。嘿嘿嘿，我头贴的老板可爱的开花，我开心就跳，我不开心也跳。哎，我的名字叫明镜玉爆，谢谢。今天的第二名就是明镜玉爆，明镜。谢谢明镜，伊布在球场时间直接消失了。对，我最后也有看到他在倒数。啊，这个倒数起来真是非常的紧张啊！我分秒必争，就为了跟你们抢啊！提早离场得知这件事的时候，直接傻眼。对啊，到底，而且我还没有办法提早离场哦，我还在现场呢。今天的第一名，哈哈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等你回来啦！今天的第一名是小安，嗨，谢谢小安。我跟你们说，你刚说什么？还没关布之前，你已经回家了。我跟你说，我回家已经是明天的事了，不是我回到家已经是今天的事了。我今天早上回到了家，所以我绝对不可能在没有回家的状况下，我绝对没有可能在回家的状况下才填。大家晚安，大家拜拜。好啦，今天该睡觉了，我们晚安，我们现在就睡觉，现在就睡觉。益生菌，把益生菌变年轻。我刚讲到大叔，变年轻，变得不闪一点。可恶！我们来晚安歌，对你们睡觉，我要加油，好不好？头发变出来，大家变出头发吧，益生菌。这个魔法是可以收回的吗？变出头发。好啦，念榜。想对你说句晚安，对你说句晚安。啊，我已经好久没唱歌了，最近应该也没时间。啊，哎，我不确定今天会不会有照片呢，不用太期待。我在想要读书还是修图，因为修图是一定要的。我是说，不只是修脸，因为照片是需要修光、颜色光，你们懂吗？光。拜拜。明天要起床，到底为什么要考三个礼拜？很扯啊！如果真的
大舞怎么办？就并不想看。